流行朋克风格的怕胖团展开了给时间多点时间的全台巡回演出，不同于一般专场都在 Live House， 这回的表演形式则要和观众有超近距离的接触。这次的巡回概念叫做给时间多点时间，因为不管发生什么不开心的事情，我们想到的最好的方法就是给时间多点时间。选这些地点就是刚好可以符合一个环岛的概念，然后我们都挑每个城市就是比较特别的场景，比如说有游泳池啊，或者是屋顶上啊，或者是像今年万圣节有扮装之类的，这几个地方的气氛、表演的气氛都不一样，然后来看的观众也都会跟我们玩不一样的东西，就是给我们不一样的 feedback， 或是因为那个场地的关系，所以大家会做一些不同的互动。比较多是场地上的不同啊，因为我们这是有准备不一样的礼物，每一场给不同的人。比如说台中是送东泉辣椒酱，所以我们就朝着东泉辣椒酱的主题去发挥去玩。那台北是滑板场，滑板场就是很青春。洋溢，那叫什么？九零，很热血。对，很热血，就是大家来都会因为场地的不一样，然后表玩出不一样的感觉，所以还蛮好玩的。胖团的巡回来到第四站台东，也特地换上骷髅装与粉丝们一起度过万圣节。接下来他们还会前进高雄和新竹与大家同乐，喜欢他们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啦！万全娱乐综合报道。